小马，我可以开始说了是吧？小马，感觉，小马，小马，冠军就别想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小马，冠军就别想了。我觉得你可以为广州 TTG 再拿一个亚军，一年三亚嘛，挺好的。歪子呀，这次输了也没事啊，换我来安慰你了。过年了，我有大把的时间安慰你。真的吗？可是我都想好了，怎么办？我都想好怎么安慰他了。太搞笑了，这次带他一起出去玩，扰乱军心，我买单，别抢啊，干嘛？没必要这么拘谨，咱们是个娱乐节目。你看这剪辑吧，我也没招了。我给你想怎么凑，你知道吗？慢慢凑吧，恶意剪辑也行，一个字一个字批。然后你到时候剪辑完就轻柔扰乱军心，然后就轻柔出去玩扰乱军心。我想好了已经了，还得我来呀的。谢谢大爷，太无敌了，没得喷。他肯定会一顿。来，昨天还在跟我说，是吗？说今天不要拍大话王，你就没声音了。小泽呀，小心点，我看等会砍死你！好，披着叫法，好用。你老婆大吼一句奥特曼呢？嗯，呸，就变身是件好事。呸。我还是要砍死 FK。我估计他砍不动。为什么会砍不动？我回去揍我一顿了吗？你不是说要砍 ST 吗？这能砍动？这能砍动吗？易崢嘛，不用多说，厉害，但我也就比他略胜几筹吧。后面那句出现了，但我也就比他略胜个几筹吧。易崢嘛，不用多说，厉害，但我也就比他略胜个几筹吧。可以，胜在哪里呢？你非得再抠细节是吧？你觉得哪里做的比较好？主要体现在？主要体现在哪？我也不知道主要体现在哪。主要体现在吹牛厉害一点。那你不是游走位吗？你就是游。我游不动啊！我游到哪儿被人打到哪儿，我游。你吸引火力。近期游走挺好的呀，就是峡谷都是你的，消耗完了。我咋说？你给我说一下。等一下这场比赛，我就会在峡谷里面尽情的游走，游走不是来打我呀。我去。好 ，OK。等一下这场，不行，我得舒缓一下。等一下这场比赛，我会在峡谷里尽情的游走，有种你们就来打我呀。我得比个手势。嗯，怎么手？怎么比？嗯 ，OK。等一下这场比赛，我会在峡谷里尽情的游走。有种你们就来打我呀！这样吗？你们比习武之人不都是这样就要你过来？对啊，我就怪怪的。笑死了！我会在接下来这场比赛尽情的游走。有种你们就来打我呀！确实啊。我会在峡谷里。等我在峡谷里尽情的游走。有种你们就来打我呀！什么鬼呀！我去。这次算了，下次一定。你上次也这么说的。我上次还不狠吗？我上次直接滚蛋，懂不呀？所以你这次要超越上一次？不，这次要收敛一点，因为上次比较奔放，这次要稍微收敛一点。下次我跟你说，你春季赛更多，所以这次，你懂吧？他们之前都说青龙拿捏的你，你觉得呢？还行吧，那是常规赛。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，但是我预判了你的愚蠢，我不想说。你不就想让我放句狠话吗？现在又在套话，哎，但我就是不说，你就剪辑不了，没骚了吧？嗯，不说，嗯，好生气，你再送，啪啪，你已经想好这个剪辑给对面了是吧？被我看穿了吧？那你都做出来了，到时候就是，你给 Y 子这个角度啪。就接给我一只，别给别人，你给他劈个头上去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武汉eStarPro清融。大家好，我是武汉eStarPro花海。大家好，我是武汉eStarPro易崢。今天的话，我们三个在这里要做一个叫做默契大考验的游戏。游戏规则是这样的：节目组的话会给我们六个有关王者峡谷的词汇，然后我们要做出我们第一时间想到这个词汇做出动作，然后我们三个都做了统一才可以算过关。如果有失误的话，就要从头开始。好吧，那接下来游戏就开始吧。你们对就是所有的英雄啊这些了解吗？你们觉得自己如果是一百分给自己打分是多少分？我觉得一百分的话，可能就一百分吧。我觉得他说的对，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，跟他一样，一百分。一个队伍的默契程度会是怎样的？默契的话，我觉得这种可能只有一分，这可能有点一般，是吧？这个的话可能一般般吧。开始。第一个词，三二一。统一了，好，下一个。一直慢了。没事，我一直只是在蓄力而已。哇，重新来一遍。三二一。呵。第二个词，三二一。呵。对啊，声音在进步。我不发声音就好了，不要发声音。第一个词，第二个词，第三个词。第一个词，第二个词，第三个词。到底哪个啊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好，可以讨论了，可以击剑嘛，可以讨论一个词，啊、一个词，要防守吗？不用防守，一个词，嘿，第二个词，嘿，第二个词，嘿。第五个词。过了我们都是徒步的，就徒步了这个专业是真的。就刚刚就我们做的这六个词哈，谁是和其他两位想法就不一样的呢？盾山吧，我俩是一致的。这个兄弟不知道在干啥，举大不是这么举的吗？他是举一，我不是举大。我是举一的，我想举一的。我觉得我们很棒。我觉得表现都很大，只是我们的每个人的想法。那你觉得你们学的最像的那个英雄是哪一个？就最后一个。嘚儿。果然我们默契90分吧，还是挺高的吧？我觉得最后一个做的特别的同步。我觉得最少及格吧。我们这个游戏结束了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们再见，拜拜。